早上五点钟就已经来到这里来买车票。当时的状况是我在这个街厅已经是最晚的了，但过去那边刚好有三班加班车了，9:10、9:20跟10:00，因为他10:00之后就，整个这个车班车就停下来了这样子，所以早上一定要很早起来来排队啊。因为这个部分，昨天晚上电视也没有在播，也没有任何的资讯，是因为今天早上一大早看电视才知道这个资讯，所以你看这个资讯相当的不流畅啊，害得我们回来的鞋子都为了要赶车子，你看搞到现在都大排长龙了，哎，真的是太过分了啊！有开放多少张票而已，这样子，哎，做不到啦，因为我们晚上没有大脚去，因为那些十五排这里，往后排，哎，因为我这边我先排这里，哎，然后我没有大脚位的，有。没有，你有车票的，我们可以先进站的；没有车票的，就后补往后排。啊，那都要往后排，不要排，那是往后排。有票的旅客可以先进站，有票的旅客可以进站。那自由席的，我们就排这个队伍，好。对，我们自由席就排这个队伍。买车票，他不要买车票。来这里啊，赶快去，他们在前面。自己的爱人坐一下了。